竟已被动摇了。一万一可以接受。你还不如推了你，你给我整成这样的话，那血球就别滚。还行，还行，还行，只能说是还行啊。少了100块钱，但是他比我们多交一个闪现，而且他升了，我没升。堆血球，这有点疼啊！快跑！哎呦哎呦，打小兵了！我这只能补个车了，兄弟。这别追了呀，这还追什么呀？哇哦，差一滴滴。我去，我也想的是我去，这咋还没打着人呢？完了，他努努算是够呛。你还打鸡呀、啊？嗯，还打鸡？没关系，我帮你把那艾克杀了，问题不大。我再打个鸡吧。哎呀！4-1啦，这家伙他这个努努怎么滚那球子滚的那么慢呢？关键这蓝天还有个红，你知道吗？他怼我脸，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干得过他，我们先回家。他卡着俩兵线是啥意思呢？没太看懂，没明白。再来呀、啊，可以杀。你别来完两趟死了不来了，你赶紧趁他六级之前赶紧再来一趟，别在那刷野了，磨磨唧唧的，一会儿他六了俺俩杀不了了，给你秒了。哎呀我操，真是佛了，这要干啥呀？这俩人没完了是吧？我去！哎呀，天哪！我的天，点人交了好了。完美是可以
你给我整崩了，努努说我给他整崩了，我操了，我们就是，那你可崩的是真是彻底呀、啊。我他妈都没说你给我整崩了，你还说我给你整崩了，我都要笑出来了。赶紧去赶个赶个啊！真吓人，这蓝枪星石了，杀个扇子妈吧，给我 Q 他，抠起手吧，快跑！别追了，别追了，别追了！你没有任何伤害，别追了，不打了，我要回家。别害我，我受不了了。嗯？Sorry， 我有点事儿，只能挂机了。俺们家猴哥说他有点事儿，那确实，那有点事儿，那就没办法。我是真是服了，这都啥选手？那努努能不能背？能不能背不住？能把对面大头杀了呢？下路是俺们家提款机啊，是突破口。走走走走走，就一直往下走啊。去下路一趟，拿俩人头，好像哪里有眼儿，我一看。再去一波下路。那莫嘎拉六级没学大招啊？啊？拥护啥呀？哎，扇着妈人呢？我靠！早知道我追扇着妈，俺们双杀了。AD 不应该飞过来的，没办法，这只能念咒了。哎呀，蓝枪又双杀了，这蓝枪拿人头真好拿哈。峡谷也没了，峡谷没了，我中路二塔不没了吗？我操了，这咋整啊？这他妈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？让人单线给我推两座塔，
这波我感觉能打。我冲了！我怎么死的？哇！拿龙！这努努这大招伤害还挺高啊！哎，本来这波我要是有人给我上去先扛的话，我们都能收。没办法，让人秒了，没招啊！这个眼儿还不能撇啊！还道歉，我上去给他卖的还道歉，他不卖让我卖，雪银子不上去卖去，妈让剑圣上去卖去，关键我还杀一个，哎，这大头挺不好办的，这大头现在兵线压力比较大，我中路的塔皮一个没吃，艾克是不是找我来了？艾克如果没来找我的话，这艾克其实我跟你们说挺厉害的，你别看这艾克只有337，但其实这艾克给我们压力给的特别足。收集者了，这大头也是个问题，这个大头等级有点高，有的人还在执迷不悟，我操，我在念咒的时候一枪把我秒了，暴击了，这蓝枪可太舒服了。闪现，艾克伤害也高，你看，我说过吧，这艾克啊，虽然他战绩不好，但是这个艾克其实特别厉害，你从他的操作应该能看得出来，这人呢，应该是跟着蓝枪双排的吧，一直在我中路晃。
我杀他们家扇着马好了，应该。但是扇着马也有秒表，哎呀，咋这么多秒表？现在小黄毛是突破口，你知道吗？小黄毛与扇着马是突破口。这努努啊，也有点傻。大头你都 W 不到，滚雪球你都滚不到，滚到这大头不杀了吗？挺难玩。你跟我追他，我说句实话，还真不一定能追得死。别着急上啊 ！OK， 他把大放了，我上不去了呀！没有盾吗？那莫敢拉。1100，差50。差30。还行，虚蓝刀，蓝剑套了，装备不错。150，这么壮啊！呀，砍错了，哎呦，耽误我时间了啊！这么贵呢？呀，怎么卡了呢？我这波说实话有点危险，我不太敢动。先守一下吧。别给抓了啊。大龙给了吧。我说实话，我要是能起来啊，这把我要是出到无尽，无尽出完以后，他们家还真不一定能赢得了。这个艾克下路蹲他一波，挺装的。其实，你现在推雪球干嘛？他们家人怎么都没了呢？闪现，快点回家！
家没守住，家里就俩人，那努努连个屁用都没有，你说你来干嘛嘞？还好我这是虚区够高啊，这波要去大龙，不是大龙，小龙。去小龙艾克一个人可以抓得到，运气不太好，没有跳弹。不去了，不要了，给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这就不要了，人有点多。给卡萨点钱吧。这不是我们一个人能翻得了的盘。下路要推。不像话呀，全死了。艾克什么屌毛伤害，没跟你说吗，他会玩吗？挂机一个，那就没办法了。